这位善的灵王果然广结党羽，这名册上还有平阳公主的夫君陆音浩。臣对陛下的一片担心，公主你是知道的。原来所有的谣言都是你造的，害我与魏青背负多少骂名。陛下，他的心我不知道。你为何要打弟弟？母后，王夫人素性怯懦单纯。 怎么可能伤害骨肉来诬陷巨儿？陛下体察入微，知他孰真孰假。可您真的相信巨儿会伤害弟弟吗？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《大汉行后》卫子夫。